你们俩这次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嘛？他说分手了，我过来。为啥要跟他分手？因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，就是他晚上出去和朋友喝夜啤酒什么的，我就说怎么还没回来，就那么晚呢，十一二点了，你快回来。然后他就很不耐烦，他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，行了行了，感觉好像就是他在他朋友同事面前特别没面子啊什么，谁知道他把那个挂案成了免提。 这么一女朋友，我也不分手，我全获利了，所以我可以肆意妄为的，不顾她的一些感受，我来践踏她的一些东西啊！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，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